国粹精髓为您细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通的品牌服饰独家冠名的瑜伽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王明博。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自行车式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教学视频，请到罗通的官方网站。想和更多的爱好者交流，请加入罗通的群。你可以加入罗通的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会在送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接下来练习这个单自行车式。首先呢，我们俩是仰躺在木垫上，背部很舒服的放松，双手自然压在地上，把双腿向下伸直，利用腹肌的力量，把背部一节节抬高。对，形成一个身体形成一个飞的形状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的双手可以轻轻的托住你这个下背，肩压力不要在脖子上，拉你的肩胛骨中心这条线的骶压的线下面，腿保持伸直。好，双手呢要分开，把腹肌的控制。好，你的脚向前往下收，在山里面勾沙一样去做这个动作。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很好的帮助你锻炼到你的核心的延伸，同时呢，可以帮助你做髋关节区的柔软伸展。在这方面，你劳力时不劳力下的平衡，也需要你付出一些努力。如果用手支撑在这儿，用手施力，你可以在下背的这个地方呢，用球来垫住。好，这种延伸的这个动作非常简单。好，回来的时候把双臂开。让背部一节节向下抬远。如果你有高血压，或者是患有高尿，有痛风，我们都能尽量做这个动作。手腕支撑不了球，那么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帮你做个延伸，锻炼我们的腹肌，增加我们的髋关节的动态伸展，锻炼我们的一个动态平衡。好，这动作呢，看起来很优雅。而且呢，也不是很难。那么，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只需要注意到，不要把压力给你的颈部，让你的肩膀、肩胛骨中心保持支撑，把身体呈 C 的形状出来，并且身体呢是保持 C 型的中轴的延伸，身体不要塌陷就可以了。好，做多少次呢？根据自己的情况。呼吸可以采用吐气向前的时候呢，吐气，对，回到中心的时候呢，吸气。因为向前的时候呢，需要呼气来增加身体的平衡点。好，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，你可以试着自己去练习这个动作，这个蹬自行车式。